那浩森，帮我们再介绍一下今天整体的一个珠宝腕表搭配风格。好，我今天的腕表就是皮亚杰的 Polo 系列的万年历，然后我的戒指跟项链是 Precision 的，然后我的胸针就是它是 Treasure 系列，但是它是皮亚杰的耳环，然后我们把它设计在我的西装上面变成胸针。对，我最喜欢身上哪一个？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，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我的腕表，就是万年历这只腕表，是我从内网看到现在，我就一直很希望它能够戴在自己身上这样子。那因为最近也很少去跟大家见面，要不要互相透露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？因为我最近在拍戏，然后因为就是我刚刚有说，就是有关于音乐会的部分，就是我因为。当歌手这件事情对我来讲，其实还没有太熟悉。现在也是吗？对，现在也是。所以我需要更多时间去准备。然后我也希望，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听到我的音乐都是只有从专辑啊，或是KKBOX、Spotify， 就是这些平台上面听到。我想要给大家一种 live 感，所以就我觉得在 live 的设计上面需要不停的跟公司沟通，然后不停的演练这样子。有望今年会有机会行程。只要你想要，没有不可以。好，你想要。好，今年吗？是今年。今年是现在五月了。好，希望。好，你想要去跟他说什么？可以吧？可以。他说可以。希望什么的。那你前阵子有帮景华姐录一些嘉年华影片？嗯。那你有自己有看他的表演？有，我看他表演，然后我也有。就是很惊艳，然后让我觉得说，就是他不是我认识的景华姐。所以你给他这个表演，目前这样看一下，如果有个分数假设的话，姐绝对是100分啦。因为那时候就其实我很谢谢他那时候来讯息给我，然后就跟我说能不能帮他录这个家人的影片的时候，我就其实我很感动，因为从观看的时候，其实大家。偶尔会有时间可以聚在一起，但是从来没有团圆过。对，所以景华姐就是她跟我说希望我帮她录这影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想要给她很多人的祝福。对，所以我就特别去找了很多人来帮她加油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浩森。